来来来，吃糖赢高级小汽车了啊！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来来来，帅哥，你这是真的小汽车吗？那不然呢？做生意啊，讲的就是诚信。那你这游戏怎么玩呀？看到这捧白糖了吗？足足有一斤，你要以最快的时间吃完它，这个小汽车啊就是你的了，一举一百。哦，这可是一斤白糖呀，我还以为是棒棒糖呢。再说了，你这最快的速度是多久啊？哎呀，你到底玩不玩？不玩别耽误我做生意。玩呀，要是我这一百，真能换一辆小汽车呀。哎呀，不玩了，哼，老是这头发，烦死了。再说你这游戏根本就是骗人的，哼。自己没脑子还说我骗人，兄弟，和气生财嘛，跟小姑娘计较啥呀？他非说我骗人，那你这是干什么的？只要啊以最短的时间吃完这一斤白糖，这小汽车就是你的，一举一百，怎么样，兄弟，来一局啊？哦，嘿嘿，我玩一局，你稍等片刻。哎，这人干嘛去了？哎呀，兄弟，久等了。兄弟，看好了啊。哎，兄弟，你这是？看好了啊！哇！怎么样？快不快？快！那小汽车是不是归我了？拿回来吧你！真没想到他还有这一手，吃醋、啊！欢迎关注抖音，每天给你不一样的精彩。喜欢我们的视频，就在下方点个赞呗。